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圣淘沙卫理公会的主日崇拜。哥林多前书二章二到五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的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支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里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里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约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支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里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里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约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里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里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约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里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里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爱永不会改变。我的诗歌，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经过了一个月，现在已经步入了第三个月。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继续以网络的方式来敬拜他，我们同心在神面前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仰望，为这近期这一个的病毒的这个疫苗已经开始在各个地方注射了。天父，我们求你帮助，让整个的这一个的疫苗的这个注射是成功率可以是很高的。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帮助，让信徒
心里面可以懂得依靠你。在还没有去打注射疫苗之前，我们是仰望你，尊你为大。我们把自己的健康跟这个疫苗的这一个的吻合度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眷顾我们，求你也引领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一个的接种的疫苗，我们心里没有害怕，我们深深的体验到从你上头来的平安。天父，我们向你仰望，祈求你继续保守全球的这一个的景况，求你施恩与我们。天父，我们继续仰望你，围着在来临的一些星期，各个教会就已经开始了实体崇拜，有些教会这个星期已经开始了实体崇拜。天父，你都继续的引领信徒在主里面聚会的时候，仍然能够保守自己谨慎小心的防范这个病毒的这个的侵染。父，我们向你仰望，祈求你引领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帮助我们，借着视频的崇拜，我们被你建立。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好，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11到14节。在还没有读经文之前，想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好，有一次这个普鲁士菲特烈大帝，他就举行了一个盛宴，他请了很多很多的贵宾，法国的无神论家伏尔泰尔也被邀请来参加这个的宴席。在这个宴席里面，大家都在谈论，有谈论到关于天国的课题。这时这一个菲特烈大帝就说，他说如果能够有这个名字被记在天上，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这一个无神论者却以非常这个轻妙的这个口吻说，他说如果有人给我一枚小钱，我愿意出卖我在天上的座位。他讲完这句话过后，当中有一个议员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就起来回答这个伏尔泰尔说，他说亲爱的先生，在我们这里有一条的律法，谁如果要卖他的东西，就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那个东西是他的。现在你能够证明你在天上的座位吗？伏尔泰尔听了过后，他没有办法回答。你在天堂的这个的座位有吗？你有凭据证明你在天堂有座位吗？好，我们来看保罗，他怎样在以弗所书1章11到14节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关于可以得到天国宝座的一些的信息。以弗所书1章11到14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议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在这里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4节里面告诉我们，不管是犹太的信徒或者是以弗所区域的信徒，他们都拥有共同的属灵产业。第十一节的这一个我们清楚指明是指保罗他那一个的群体，他是犹太的信徒。十三节的这一个的你们被保罗写为这个外邦人，就是外邦在以弗所的这些的信徒，他用你们来称呼。
好，第十四节的这个我们呢，就概括了这两个的群体，就是所有的信徒都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好，什么是基业？基业是一个丰富的旧约用词，它可以用来指应许之地、摩西的律法、永生或者选民的身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所以不仅于这四点。好，用现在的白话文来解释的话，我自己的这个白话文解释是这样子哦，得到的这基业有地皮有地皮，你可以获得全球限量版的成功手册。你照着这个成功手册去做的话，你的这个生命一定是成功的。或者是你可以立刻跟那些高级的这个领袖穆伊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你可以直接的向他沟通，你不用通过别人，你可以不受拦阻的跟他讲话。好，或者呢，就是拥有这个2020年首富这个福布斯的这个儿女的这种身份是马上就有的。好，可以简单的现代白话文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但在保罗的笔下呢，保罗却把基业解释成为在基督里得到各样的属灵福气和权利。所以他的这个重点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这些好处，这些很棒的。就比如，其实如果你看耶稣也曾经在世上说，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说，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天家，天上的住处，比地皮还宝贵。地皮有这个年限，但神的家是永恒的家。好。另外，耶稣也说：“天地要废弃，我的话却不能废弃。上帝的话是没有 expire date 的，是存到永远的，是非常宝贵的，是激励人心的，也是给人安慰的。所以，上帝的话是很美妙的。这里的描写，在基督里面得的这些基业，这里的描写其实是给我们看到是更丰盛的、更美好的。好，耶稣也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也说到，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这是何等何等宝贵的这一个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基业。好，保罗强调，这个我们就是所有的信徒。享有在基督里面的基业，因着信了耶稣基督，也同时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在这里保罗提出了圣灵为印记和圣灵是凭据，这两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的经文，经文明显里面告诉我们，圣灵为印记。到底什么是圣灵为印记？最近教会要这一个的筹款，我们就写了一封信去向某教会，去跟他们分享这个筹款的这个的心意。我们写好了信过后，俊雄他还特别交代说，要教会打这个印，然后才送出去这封信。为什么要打一个的印，要 job 一个 stamp？ 好，job stamp 是很重要的，因为这 job stamp 是证明说这一封的信是公函，是真实的，是合法的，是立刻生效的，有权威的。第十三节那里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里的这一个描写是非常 automatic，就是马上的就成就了，是圣父和圣子打印下来的。信耶稣就有圣灵住在
我们的心里面。真灵的内住就是一个的印记，一个就是一个的 stamp。这个 stamp 是免费的，这个印记不是你能够买的，也不是靠你的好行为、做好事可以得到的。这个的印记是上帝给的。上帝给这个印记是要证明你拥有的这个福分。简单来说，就好像这一封信这样子，信耶稣的人有永恒的家，有真理，是超过律法的，有永生，是上帝的孩子，好，见证者是圣灵，圣灵成为印记。但在这一个的段落里面呢，他也提起说，圣灵是凭据。什么是凭据？凭据是宝金啊，这个定金或者是分期付款的头期。我们买了这个的教会，定了这个 booking 的这个费用2%，我们已经预购了这个的地方，给了这个钱，我们的代表也签名了。在公函上打印，这个买家也把收据给我们，证实说我们已经有这个预购了，我们已经有这个的权利，在法律上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是可以购买那间屋子、那间圣、那一个的场所的一个有资格的购买者。而我自己就在想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我们有的经历是我们买一些的屋子，我们通常都会给一些的定金，给了过后呢，我们每个月还要不断的继续的给钱还这一个的 installment， 有些10年，有些20年，有些30年，每一个月慢慢交，才交到完的时候，那间屋子才属于我们了。如果我自己说，我想如果在第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间屋子有一些没有办法弥补的问题，是非常不理想的，请问我们还要供吗？还是我们会选择弃权？当我们如果选择弃权的时候，所有的钱可能就会泡汤了，没有了。但我们会不会继续供下去？如果我们继续供下去，我们买到的一间屋子是有问题的，根本是不能住的，那我们会不会继续买？基本上我们是不会的。如果是我肯定也不会。我唯有痛下很痛心很伤心的把这一个购买的权利给放弃不买了这间屋子放弃了这个的屋子，我有主权来放弃，我可以选择不要继续供，不要完成这一个的购买的程序。好，圣灵的凭据在这里似乎在提醒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圣灵的印记，我们已经被承认我们能够得享永生，我们实在是天国的子民，在天国里面有一个位置给我们。但这一个的这个 stamp 交下去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乱来我们每一天如果继续的持续的干坏事，我们持续的放纵失意、骄傲，或者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很有智慧，我们要真的要小心，我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有智慧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公义和慈爱的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欺骗上帝。我们真的要知道
我们如果没有常常出去崇拜，我们又常常远离上帝，去算命，去拜偶像，去求福，我们继续的违背上帝，这样你觉得上帝会继续投资像你这样的生命吗？我们真的要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值得上帝继续投资？上帝会不会继续还这个 installment， 给这个 installment？ 我们看看这个接下来的这张图画，我们就用教会很出名的人物哈，一杯兄，啊，一杯兄哈，呀，有两个的信徒，两个的信徒都有领受了圣灵的印记，但一个是得到了这个圣灵的凭据，不间断的。然后呢，这一个的另外一位呢，却常常的违背上帝。如果我是 B 的话，我想如果我是 B 的话，我当然很希望上帝继续爱我，继续的对我有盼望。可能那时我一时糊涂，可能我一再的糊涂，但我还是希望说，上帝，你施恩给我，这是我的盼望。但是我也要承认一点，我的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把那原本已经写在生命册上的名字，郑仁斌。原本已经写在这生命册上了，但是这上帝他有权利把这个名字给删除掉，我就没资格了。这一个的概念不单出现在以弗所书，也出现在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后书1:21-22。好，这里同样的提醒我们这个真理。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个概念重复的出现在保罗的这个的笔下。今天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属于以弗所书1:3-14这一整段的这一个保罗的这个颂赞。很清楚明显的是保罗的颂赞来的，因为在第3节清楚说什么，愿颂赞，然后在里面就有很明显的颂赞归于圣父，然后第7-12颂赞归于圣子，然后第13-19颂赞归于圣灵。简单来讲，这一段的经文就好像一首的荣耀颂。愿荣耀归于父、圣父、圣子、圣灵。在保罗的荣耀颂里面，他也清楚地讲明，这是我们信徒大家一起有的经验。特别请你留意第12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保罗笔下的时候，当时是犹太信徒，这群人可以得到称赞。你发现3个段落的结尾都是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好，12节这一段的话，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我想当时可以是属于犹太人，也可以是这个外邦的信徒。但在今天，我相信今天我们是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今天上帝的荣耀可以从我们这些信徒的身上散发出来。曾经在这一个槟城牧会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发生，教会的领袖会去医院探访，就有一次在
最高那一楼应该是第四楼，就有一个的病患坐在那个长凳子上。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思想自己要怎样的趁没有人的时候，从那个地方爬高到窗口外跳下去。他其实是很想在那一个地方自杀，结束他的生命。他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执事，这个探访员就走到他的面前，他就看到这个执事，他望着这个执事的时候，他说那个执事的脸是会发光的。他说这个实在是很惊讶，这个人的脸会发光的。然后他就跟这个的执事谈，这执事就跟他讲福音，跟他分享好消息。这个人听了过后就立刻信了耶稣，他就从这个自杀，从绝望，从没有盼望的情况下，他改变了。他从这一个自私的脸上，他看到光，他看到希望，他看到可以好好的活着。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难解释人的脸会发光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但这一个要自杀的人，他的这个的生命的经历是难以否认的，他实在的看到了这个的光，他实在的看到了希望。其实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其实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长存盼望的。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的基业是何等的美好，可以享有天家的福分，我们回到天家有一份为我们存留的，我们可以跟上帝直接的沟通，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祝福被改变。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荣耀上帝。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主，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也要继续让我们像耶稣，可以荣耀上帝。也不要忘记上帝是付了代价的投资我们，所以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你一向来都觉得自己很差，自己很不好，请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上帝可以让你为他发光，相信圣灵可以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提升你，不断的引领你。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下，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定金已经给了，给了定金，但是呢还要等。等什么？我们等什么呢？等神的子民蒙救赎。那也有一个时候，我们需要等着时间过。好，等的过程可以做什么？我们等的过程是不是可以像保罗那样继续的去颂赞我们的上帝，或者领受圣灵，继续不断的经历圣灵，圣灵各种奇妙的作为，我们继续的去经历它，然后让圣灵来印证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与圣灵一起生活，一起面对各种挑战。或者更重要的是努力的去传福音，努力的把好消息向别人传讲，让神的子民得赎。那个时候一到，我们就说成了，感谢上帝，愿上帝继续施恩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一段的经文清楚告诉我们圣灵的奇妙作为，成为这个印记，成为凭据。天父，谢谢你也在这整段的经文里面承诺我们可以得享基业，超乎我们想象的丰盛，有圣灵为证。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这都是来自于你，我们不配得，
但主你却赐给我们，只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父，谢谢你的爱和恩典，谢谢你的圣灵继续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起奇妙的工作。谢谢你要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你不断的充满，圣灵不断的充满，不断的充满我们。天父，帮助我们这群相信你的人，不要只在理性上头脑上认识你，让我们更多更多的经历圣灵的充满。父，我们向你仰望，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的走在这人生路上的时候，我们实在的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一直到见你的面的那个时候。天父，我们向你仰望，把自己把教会完全向你交托，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将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这个时候就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我们在神面前安静，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Amen。邀请文，你们若真实悔罪，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的忏悔，领受这圣餐，得受安慰。我们一起诵读：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这是靠主耶稣基督求的， Amen。 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来到主的圣座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我们就是失去圣座下的灵粹，也是不配的，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你舍的身体，保守你的身体与灵魂直到永生。你拿这个吃纪念耶稣为你受死，应当以信心并感恩的心领受。
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你流的宝血，保守你的身体与灵魂，直到永生。你拿这个喝纪念耶稣为你流的血，心里应当感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Amen。我们感谢上帝。最后，我们以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充满，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同心说 ：Amen。